打开塑胶袋，里面居然都是被烧破的红包袋，露出千元大钞。头前要看完整啊，不要再有烧焦的嘛。哎，还够半张嘞。殡葬人员把钞票一叠一叠拆开来摆好，地板上所排列的千元大钞，大部分边边都烧得焦黑。几千？25,900。千元钞总共200张，还有1张500元钞票，4张百元钞，总共搜集到205,900元。夸张的是，居然是被往生者的家属丢进了烧金纸的库钱区。那昨天这边在闷烧，然后我就是把它拨开，然后就发现里面有现金在闷烧，一开始以为它是假的。馆的库钱区专门烧冥纸跟往生者衣物，居然出现了装新台币千元钞的红包袋，还好被业者及时发现抢救起来。怀疑是晚辈过年给长辈的压岁钱，过世之后晚辈不知情，把红包跟着遗物一起处理掉。烧不起啊，搞怕说你若去找主家，人诶主家人如果人因兜若艰苦，才抢救也讲得着。热心的殡葬人员分文不取，把救回来的大把钞票全数交给警方招领，希望能早日物归原主。记者侯国恩嘉义报道。